平安，平安。我们在自己的道士的面前，我们要用虔诚感谢的心，用这样的心来做礼拜，这是我们衷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有你的爱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到你的圣殿来敬拜，来赞美你。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用虔诚的心来圣洁的心到你面前来跪拜，来赞美，来荣耀你。我们知道